手是收，收嘛，手是收，啊、哦，收练好，收会带根，也就是说以气血来讲的话，你的收在用的时候，你到收在用，我们在动的时候，气血就会往我们动的方向去嘛。身体被训练成身体的本能是这个样子嘛。所以你在用它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你的意念你的气血就往你动的地方去了，所以它就被从里面往外面带。对，脚一样啊，脚一样啊，我以前不是教过你们选腿吗？选腿，对啊，不美筋吗？美筋没有啊，没有，就是三个嘛，第一个是这样子伸出去以后嘛，你可以靠着墙坐嘛，可以靠着墙坐，可以扶着一个东西坐啊，这样出去以后，然后先从小指啊，从小指绕圈下来，小指绕圈，大指带动绕圈，大指带动，只有脚尖带脚踝，膝盖跟髋关节都不能动啊，所以脚趾往前面延伸了以后啊，这是第一个嘛。第二个是翻胯，第二个动的是胯，你看，抽，放，抽，放，跟第一个一样，只加一个胯，抽放，脚，腿不能动，腿指到一个方向就是指定的，你看，往这边走，抽。大指带，这是第二个啊，第三个，三个关节用胯抽，然后往内由胯抽，大指回来，你们在做可以扶到在家里面扶到一个稳的东西啊，练习这样子也行，翻，你看，勾，点，大指带，不是那样子，是用胯把整条腿抽回来，用胯把整条腿循着三个关节抽回来，变成这样子之后就来。在练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而不是抬，这个是抬，这是抬腿，没有抽，是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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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抽，是胯抽的是。从胯跟这个一样，跟手是一样的嘛。我抽的时候是循着关节抽，这是抽回来的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上礼拜不是讲吗，当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抽回来的力量，而不是这个力量，是不是？你在做的是这个力量，你是用髋关节在转圈，没有这个，所以这个脚出要收回来是从髋关节抽，是抽回来的，身体不能动，这是像，给我你的脚在这站，他的脚在这站，假如我这个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要把他这条腿拿起来，是从髋关节抽，是这样子抽的，不是抬你没有力量，是力矩。这样有没有懂？同样的嘛，我在这个地方，他的脚在这边，我的脚一放，我要把他这个腿拿起来，是从髋关节抽，是这个抽回来，而不是用抬，我抬很难呐、知道力矩。这样懂吗？对，
理解，但肌肉不会动。这就是要练的，这就是要练的。所以武术里面，尤其是很内家拳里面，很多东西看起来是那个样子，其实不是的。要懂吗？你们回去坐着看电视或者站着，就可以先练第一个，先不要练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先练第一个，脚趾头往前伸，把三个关节串起来，跟我们练旋腕是一样的，串起来了以后才是大拇指，来，腿其他地方都不能动，大拇指带脚踝，小指，晓得吗？往回勾，往前点，往回勾，脚跟出去，往前点，绕圈，先练这个。好，这差不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了。啊，是，哎，你们。